刚毅竟然更新金币盲盒了。等了这么久，终于是把金币盲盒的更新等来了。这就是几款新品啊，一颗白菜，一根茄子，哎，哦，茄子在前面，还有一个我最爱的奇异果，但是就是被啃了一口，啊，这有点不礼貌了啊。还有就是钳子，老虎钳，这个是不是可以给麻辣毛的那个暴龙仔仔拔脚趾甲呀？啊！哥们，指甲可不新拔。哦，不对，剪脚趾甲不是拔脚趾甲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废话不多说，我现在有126个，就看我多少抽能把这几个我没有的东西全部给抽出来，好吧？先来第一发。哎，怎么样？第一个就来生命之源，这象征着什么？象征着我就可以啊，一直的长久的活下去，好、很不错，真的很不错。再来咱们的第二发，第二发来，哇，直接就是奇异果！我的天呐，哇，今天这手气太欧了吧！真的，今天这手气太欧了，真的不是我吹。少吹会儿，一会打脸的在后面。现在已经集齐2个了，再来，一发出一个啊！还有谁？还有谁？哥，我一瓶就够了，不用这么多，真的，真的不用这么多。哎，双黄，配饰，我勒个豆啊！这前两发相当于白抽，这第三发两个直接都出了。再来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哎，这不是很不错吗？啊，再来，看一下这一次是什么？一朵蘑菇，一朵香菇，哎，长得也是很不错的，可以，收下，收下，再来。来，来点我没有的。我又来了，哥，我肚子真喝撑了，我真喝不下那么多，我真喝不下那么多，没有骗你，真的喝不下。来点我没有的呀，比如说那一颗白菜，对不对？来。喂。这个我确实没有，这个还不错啊，终于来点没有的了。最后一次机会，来，全体起立。好。